纵使他年龄增长，身量拔高，模样与你我记忆中不同了，他的眼神也不会变。子月，叫我安乐，任安乐。哦，您就是刑部尚书骆大人。骆大人，我是大理寺少卿任安乐，初次见面。任他清风明月，我自安康长乐。这可是你给我取的名字。陆军那年他七岁，身边总是跟着个贴身侍卫骆明熙。我是先天不足之症，怕是难考人为。任大人辛苦审案，殿下一句慰劳都没，反倒给任大人泼冷水。殿下，我可真为你辛劳了。我是等了十年要复仇的人安乐，不是等待太子殿下垂怜的弟子元。若被他察觉你的身份，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路，自然是不会后悔。但我得护你周全。你这个人生性比较冷淡，如果肯陪我的话，自然是把我当做亲近之人了。不过如果在水战先遇上你，那我求嫁的可就不是太子了，而是刑部尚书。太子殿下，你来接我了。我陪着你把命运系我，你是我年少就为的。我之前跟殿下说过，请你把他让给我。谢谢你，明熙哥哥，一直陪在我身边。子远，我的心意从未变过。